让我为你唱新歌，让我对着爱你说，希望能相见，让我不是为爱你不够勇敢。大咖歌手轮流开唱，伟阿季又来啦。疫情趋缓，各大科技厂恢复实体举办，老板台上开讲，公布年终，让人嫉妒又羡慕。高雄这边落地，那今天也在这边生根。测试界面厂隐威董事长王家煌留财加薪幅度高达40%，更在尾牙上狂撒250万现金，加上去年营收突破50亿，平均年终喊出30个月。粉碎半导体产业不景气，世界先进出了4个月年终，也提拨不低于当年度获利10%的分红奖金。台湾光照订单爆满，年终更加发半个月薪资，算是幸福的员工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企业赚钱，那业力分享，领到30个月年终，不可能，当然会啊，就突然就是多了30个月的钱呢，好像也没年终嘛，我觉得可以不用抽，就平均分下来就好。年终不够狂，再来看抽奖内容。护国神山台积电台中厂区新春尾牙，有工程师抽中头奖100万。鸿海则搬出自家电动车，更请来超人气原子少年天王星。广达不甘示弱，除了有金曲歌后阿令，头奖是30万现金，而且人人有奖。人保最猛，找来五月天员工不用抢票，来尾牙就能值回票价。科技厂大丰收，风光半尾牙，员工抽奖抽到手软，还能领年终又加薪，真的前途无量。环宇新闻张维珍、陈品珍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